好的，我们再来说下一条吧。前不久，在山东青岛的一条公路上，石先生呢看到前方有一辆正在行驶的蓝色大货车，这辆大货车可真是不一般。两只前轮都没了，这辆货车居然还在公路上飞驰，这个场面惊呆了视频拍摄者石先生。在当时说我们觉得情况化了，我们这个车我们这个云有导向，而且它没有可以转向的这个前轮子，而且是大货。他怎么在高速公路上跑了呀？没前轮还敢上路跑，这驾驶员的胆子也太大了吧。货车副驾驶上的人看见有人拍摄，先是指手画脚，后来甚至拿出一根铁棍威胁。所以你说什么铁棍，就要伸出这个驾驶员的这一边，就指着我们的大货大巴，想要把铁棍扔出来。货车没前轮，怎么能转向呢？从视频上看，这辆货车应该是一辆前四轮后八轮的自卸货车，转向时前四个导向轮都会转向，虽然没有前面两只轮子，后面两个转向轮也可以使用。尽管如此，这样上路仍然存在很大的隐患。视频传到网上之后，交警找到了车主，这才知道当天货车前轮转向轴承坏了，但来了两波维修人员都没解决问题，于是就这样上了路。最后交警给予驾驶员扣2分以及200元的处罚，另外驾驶员开车打电话另罚50元。